来吃饭了。来，你喜欢吃肉，你吃这个螃蟹吧，我吃这个金枪鱼蟹。哎，怎么这么难给？不是，我吃这个金枪鱼蟹。金枪鱼蟹，浪费我一个鸡蛋。这螃蟹你多吃点。格局就不能大一点点吗？一会儿有你好看的。终于轮到我了吧！炸！哎，这螃蟹怎么在里面呢？哎呀，一个人。既然偷看，那我就换个地方。点娘们可不是好人的。吃饭了，来了。来，凉的螃蟹选一个吧。我就选我身边这个吧。确定了？嗯。三更半夜，你先吃吧。先让你吃饱，等下我吃烧鸡。哎呀，滚！你怎么有烧鸡啊？对啊。哎呀！我怎么进来？我也要吃。那这也有烧鸡对吧？杀！烧鸡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！来，叫爸爸吃饭。爸爸吃饭。等一下，你们先吃。要吃什么？不，不吃。谢谢妈妈。弟弟比较强好。嗯。然后玩这个。这个。嗯。来。谢谢妈妈。
吃点。还要。这样吗？谢谢妈妈。妈这个包一个。好了，你走，走吧。你慢慢打点零食吧。好，来来来。耶，菜怎么都全部吃光了呀？就知道你会来这招，今天要让你大吃一惊。来吃了，来了。来，两个都看不见，你选一个吧。哎，我就选我身边这个吧。嗯，好好。哎，你怎么有鸡蛋头？哎，是啊。哇，还有何冬燕阿姨啊。好，让你先嘚瑟一下，等一下有你哭的。我一般打开看里面有什么。哎呀，能不能记得不要？你觉得喜欢没？来，我这个。